手游酷玩。真是冤家路窄。哎呀，是巴豆啊，好久不见呢。哎呦，这不是萝卜兄吗？最近很忙吧？这个讨厌的巴豆每次见面都会挖苦我，这回我一定不能让他得逞。对啊，很忙很忙啊，不知道巴豆兄最近在忙什么大项目啊？也没什么，刚刚跟电信签了个大合同而已。这吹牛的本事又见长了，真是大手笔啊，我就没法跟你比了。不知道萝卜兄最近在忙什么大项目啊？也没什么，这不要和联通签一个项目，很忙的，就不跟你多聊了，回见了。好，回见回见，我也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呢。办个宽带了不起啊，充个话费很牛吗？显摆啥？喜欢记得订阅哦。